它忽然消失了，有点悬呐、啊，爆炸了吗？实验室安全密码 A，进入南部实验室的许可密码的上半部331，根据安全协约这半部的密码，必须和另外一半分开保管。哇，我们的同伴莫名其妙的在这边消失了。才刚吃完氧气，它就消失了。然后回去补充个氧气吧。啊，那个追我的怪风已经不见了。哦，缺乏氧气，在你失去之前找到氧气补给，果然出现了。赶快去找刚才的氧气罐。哎呦，快跑哦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好，我们已经补充完氧气了。哎，那里有个洞啊，我们过去。哎，好像快要过去了，我把他的天线弄坏了。好，进去吧。哎，里面有东西，一半的代码访问南部实验室599331599啊，599331，好，得到了可以翻译的，得到了可以进去实验室的密码。其实，在这广大的世界，一个人都没有，还真的蛮寂寞的、啊。嗯，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室研究大楼。哎呦，摔下来，摔下来！我们到了奇妙的通道里，按下 F 或 R，F 开启手电筒。为什么有病床啊？这地方为什么有病床啊？奇怪啊！消失了，为什么又消失了？此区域内没有能源，找到一个恢复电能的方式。这么黑的地方放这是什么？骷髅啊！три ночи назад мне удалось запереться в комнате. Может мне повезет и они не смогут залезть сюда. Конечно, на самом деле я всего. 最终报告：三晚之前，我把我自己封在房间里，希望他们没法进来这里。当然，我所做的一切简直是把自己锁进了自己的坟墓。我意识到我是大限已到了。来自另外一个营地的通信这两天来渐渐的变少了，据上次有人回话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。我已经接受了自己将要死亡的事实，但是我希望我不需要自己来面对死亡。这里有人把自己锁在这里，奇怪，他死掉的时候没有穿衣服啊。
什么可以拿的东西吗？哎呦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那边好像是有道具可以拿，一个亮亮的。我们过去那边看看，好，不定能触发什么机关吗？哎，这有炸药。是啊，这好像看起来像是炸药的东西啊。所以这个炸药能够干嘛？这是门吗？爆炸！炸开了一个通道，前往过去。过去有一个小门。So the Russians found some kind of portal that transported them to this place. 俄罗斯人找到了可以传送到这个星球的传送门。然后事情变得一团糟了，哇！传送门怎么那么厉害？研究设施，我进入了一个好像是研究所的地方，见到一个之前研究人员的骨骸啊，骨落遗骸。附近的文件表示，俄罗斯人介绍了某种通往这里的传送门系统。虽然我还不知道这里到底是哪里，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是个殖民地，并且在殖民地还没有完全建成的时候，就应该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停止了。倒还需要再拿一个炸药过来吗？看起来像是医院的标志啊，似乎是不需要再拿一个炸药过来啊。实验报告：322病毒，病毒现在散播得更快了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为了控制它而做出的全部努力都没有用了。然而，我们并没有放弃希望，而且我的同事在不知不觉，我的同事正在不知疲倦的工作。我们并不是在处理地球上的物种，因此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，挑战十分严峻。然而我们会获胜的，我们必须胜利啊！看来这些研究人员是碰到了这个星球上面特有的疾病。哎，这里是看起来真的病房啊？怎么会这样？有点吊诡。哎，怎么又消失了？这地上有脚印啊！家园幻影，我的思绪在捉弄我。有一刻，我以为我在地球上，幻觉过后，我发现了一条人类的轨迹啊，轨迹通往地下设施。脚印发着我难以解释的绿光。我带了一些样品，但没有时间分析。脚印似乎要直通设施，所以我现在要跟着它，但是要谨慎。啊，我们这个诡异的脚印啊，发着绿光的脚印，这是通风口啊。这个把它的风扇给砸烂嘛，让它卡到，可以吗？卡住，至少是卡住吧。哎，坏掉了，坏掉了。再推到另外一边，看好。那另外一扇也卡住，试试看好。
去啊，好像不让我把这个推过去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一到这边就立起来了。好吧，那算了，放弃。反正如果设定不让我过去的话，就是设定这样了。我们直接过去，跟着绿色的足迹过去。人居然会有绿色的脚印，难道是受到核污染啊？对啊，核污染也是肉眼看不到的。得想办法把这个打开。有，一个滑索上面有一个缆车，类似像缆车的东西，慢慢的滑行下来。是上面有机关，按着就可以往上前进了。通到这边了，这个绿色的脚印，这也是哪里？很像是地底下啊。这附近或许会有路，那跟大水管应该里面有通道吧？没有，马里欧兄弟看太多，总以为水管机里面就有通道了，如果是没有。不过这些东西根本不可能是太空船运过来的，如果是传送门的话，有可能啊，传送门，对吧？如果要太空船运过来，也太扯了，所以。应该是俄罗斯的，他所说的俄罗斯的传送门运送过来的，因为绿色的脚印就很到处都是了，这样就不知道该去哪里了。看起来很像，都还有电力在运作，还有电力在运作。这个基地好像有很多生存者的踪迹啊。这边啊，一大片的峭壁悬崖，显然是无法轻易的通过。我选择走旁边这条小路。采矿作业，他们好像试图的在开采这种东西。我希望不会有辐射性。我找到一个矿坑养的东西，这里的石头都和我所跟随的人类足印有灵光特性，我觉得这可能和辐射有关。我不确定这个地方是安全的。所以我尽快啊，我只好尽快离开这里，继续尽我所能的跟随这些绿色的脚印。好，继续跟随绿色的脚印。果然觉得有点辐射的感觉。这片黑压压的。摔死了！太暗了，实在是有点难看清楚这附近的景物啊。不过，我们朝着有光的地方走就对了。